大约一分钟前，我刚从 Zoe's Kitchen 出来的时候 ，Zoe's Kitchen 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骑摩托车人的紫色的灯，它是紫色的旁边的灯，摩托车旁边还带紫色的灯。从这个地方，它就在我前面，掐准了时间 exact time， 做极大噪音的，非常快的速度，极大噪音，然后开到那边。到了那边以后，它就声音小一点了。快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声音小一点了。2019年2月24号晚上，大概一两分钟前，他过去以后，我到这个车上，刚开我的车门，一两个车，有人在附近也做那个噪音，故意做噪音。